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权，今天又出来盘局看了，然后分大烂大，主题叫浑浊，看有没有货。哇，这个坑大概有一个月没过来了，今天给它盘一下，期待有好的收获，我们开干。盘蟹、石头蟹了，然后抽出去又按机关了。哇，那边看有货，等一下我去拿出去。哇，这边啊，看，哇，这底下的石头蟹这么小的石头蟹，它往里面跑，我们就不抓它了。哇，这个皮皮虾可以啊，哇，漂亮不？来，看这个。这个皮皮虾它会练那个弹簧拳，看，咦，给它揍了，哇，这条感觉很坏，这个叫海蜇，这个太久了，我们就不要了吧，拿到这边给它放在这边吧，我们不抓了，不要你，哇，这边，哇，海鲶鱼，不错，揍了，这个可以，海鲶鱼其实很好吃的。发财了，哇，又遇到虎鱼了，哇，九鱼仔好多，我赶紧给他这个先放下去，不然人家可气了。这个是十九公啊，小的，哇，难怪做过段时间这个十九公会很多，小的给他打下去，不然人家死掉了。下去不抓了，哇，今天真的发财了，又遇到虎鱼了，好久没看到他了，啊，来，咦，来，你干嘛？我是不是捡？只不过捡烂泥跟朋友们打下招呼，你干嘛要这样子？漂亮不？走了，谢。走，我们从正面一直给他找下来。哇，石头蟹！哇，可以，来吧。嘿，你要干嘛啊？你还想夹我吗？哦，这个是公的，这边是这样子的，母的下面是椭圆形的，就给它绑了。哇，九鱼仔好多，这样的天气，这个九鱼仔真的会很多，所以大家出来盘坑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多留一点，不然那些九鱼仔都死掉。都给它放到下面去。哇，那边，哇，放只九鱼仔，给我来只皮皮虾，你跑，来，过来，揍了，不管，先找货。出来不盘子头就不叫大权，哦。哇，这个螺大，哇，这个九鱼仔，这尊石头鱼最大也就这么大，不过这个也太久了，我们就不要了，给它放到嘴里面吧。来，下来，不然等一下你缺氧了。来吧，一二三，哎，有货吗？啊？旧盘呢？连个腊螺，这个塔螺。不过个头可以啊，这个鲛鱼仔哇，这今天真的要小心，把这个鲛鱼仔都放进去。这行，把这个石头也给它盘了吧。我不知道我盘得动盘不动，试一下吧。这个够大。来吧，一点真是哦，感觉盘不住，哇，吓死我了。哇，你躲在这边，幸好我刚才就是手按在这边的，哇，幸好没被把它，哇，一开启攻击模式，它这后面一排很毒的，哦，哇，这个有点像那个黄金虎鱼，看有没有，我给它揍了先，哇，我进去，不然等下这个打到就不开玩笑了，赶紧进去吧，还是把这个石头给它盘过来，不行。哎，这，哇，哎，就一只石头蟹，
然后这个叫什么鱼？哇，这个鱼漂亮哈、哦，这个鱼漂不漂亮？哇，搅拌器也挺多的。其实没其他货，那你下去吧，我不抓你啊、哦，不抓你，连个螺你也不给我吗？就嫌那只虎鱼啊，其他没有。这个大都给他盘了。哇，这个石头真的很重，哇，盘不住吗？呀，这这，哇，看，哇。虎鱼，虎鱼，你完蛋了！哇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呢。今天是要发财的节奏吗？哇，虎鱼扎堆呀、啊！这个真的是毒哦！糟了糟了，独霸天下，这个叫做独霸天下吗？糟了它，糟了它！哇，可以可以，本来今天人有点不舒服，都不解出来了。来，今天出来还有这样的收获，赶紧盘盘子道歉，盘子道歉。啊，这这，啊，有货吗？哦，有大货大货，收了，就一个塔罗，可以可以，赶紧再找去。感觉找了好久没货了，那我们过去把那个抽取器抽直接回去了。走了。哇，那里面有什么？有什么货？哇，我看了。打那个打嘴花，我看到，来明明看到你这边有货啊，哦，在这边乱乱的，哦，看，哇，幸好我今天这个嘴没用用走锯末，哦，环境虎鱼啊，这个可以，哇，回去的时候再给我捡一次，我赶紧再认真找一下，不然不行。哦，我还有一丝浮云呢。那没有了，那就不找了。哇，这几天人很不舒服，头很痛。好，我们就去看一下周货，就回去了。走了走了。哇，今天周货不错，这一次海鲶鱼，然后几只皮皮虾吧，还有几只直头蟹。哇，最给力的是这，我看一下几条，一二三四五，哇，五条虎鱼。哇，今天真的是发财了，看牛不？啊，这种天气出来赶海最适合找到货了。它下面浪比较大，然后嘴都是浑浊的。那好了，就回去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全的帮忙关注点赞，谢谢，拜拜。我收拾一下回家。